绍一下延长线睫毛膏组的使用方式。首先呢，先使用我们的睫毛膏，将三角弯月刷头呢比较圆弧的部分向上，从睫毛的根部向尾端刷拭。这个阶段呢，主要就是创造睫毛极黑暴浓而且根根分明的效果。三角弯月刷头直立使用的话，可以刷拭到睫毛比较细小的部分。接着呢，再使用我们的点点棒。那在使用之前呢，记得将点点棒上面粘附的多余黑绒刮除。使用的时候呢，脸部要向下45度，由中段轻点两下。接着再使用睫毛膏，以同样的方式将黑绒均匀粘附于睫毛上，可以创造出无限延长的效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使用之后的效果如何呢？